接线 L1L2L3 是三根火线， N 是一根零线，这样线接过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电源开关，要开起来，这个屏幕就会亮。然后这个温控开关一二打开，温度就开始加热。然后这边是放纸，纸张从这边放进去。这边是六个大的气管，一根接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按启动就可以工作了。